我们送完晨晨回来了，给老妈带了包子。好像听说今天老妈生日，我们去问一下，确定一下。包子怎么塞怀里的？怕冷啊。包子呢？今天应该是老妈生日，不过好像是二月二。二月二。就。妈呢？可能是不是昨天晚上说有一个大什么？我们应该叫什么？说身体不好，应该是。没在被窝。应该是就我发烧家里这边。小弟在家呀。妈！在尿。啊，我这尿。啊，那也说点桶子高说点高级。包子吃了吗？啊，包子。包子没得劲。没得劲呢、嗯。你是不是今天过生日啊？啊，是的啊。啊。不是说二月二吗？那就二月二了。什么时候过？二月二他妈管叫他通知到一次这个笼子的事情。不能过啊。不能。二月二管到通知通知这笼子给他过，通知这笼子这个过。啊，你看。那就晚年。你妈的最好找的完全妈都不干了顶一个四块八块钱的蛋糕妈给他。蛋糕啊啊就中了。啊啊四块八块的。那没有就多了你老脸有什么老妈心就可以用的。几块钱妈几点小蛋糕一种。买个蛋糕吗就了小蛋糕一种。几点小蛋糕一种。啊不要了。哎就这么大蛋糕一种的。这东西只是说这个。现在有车大可不停有不好可不机会的。老妈今天生日啊！啊，哟，想要啥？我给他买个小蛋糕，给他就是干了个生日买了的小蛋糕。黄金手镯，黄金手镯就有了。那个小玫瑰花就好了。黄金手镯啊！妈，我去你妈手镯搁里头呢。咋地呢？我呢？嗯，就是我去年过生日买的。啊，到了，大妈有了，不得力了。老头吧。老头嘛，我老头啥子嘛，我们就骂老头的。老头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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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，这是骂这不走的。老头，管管酒，我他妈不谈这事情，我这事都没谈。不管管，看我们家的狗猫的养都养不起了，马上。哪里有这个吃的？还有两只的。这还能当镜子照？嗯，这个帮老妈挑选什么礼物啊？先去看一下呗。啊？先去看一下，先转转嘛。有合适的我们就直接再挑嘛。现在心里还没有多少谱，选什么样子？买个蛋糕。嗯，蛋糕肯定要买呀，然后再转转有没有其他的礼物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随便你。老妈又过生日了，今年不知道送啥了。项链老妈也有，项链老妈也有，手镯也有了。这个，送啥呢、啊？老妈喜欢黄金，要不送这个？这个？哪个？哪个？明明很想放弃却又想继续纠缠你，可惜撞了南墙还不肯死心。在熟悉的路口，你想左我想右，就这样我们谁都没挽留。爱过你那么久，怎甘心做朋友，不想看到你牵着别人的手。冷落我的时候，你又在我惹谁的心，都怪我不够好，随时会有人代替。明明很想放弃却又想继续纠缠你，可惜撞了南墙还不肯死心。太阳好刺眼睛。我们已经到我们这个县城里面了，现在去帮老妈选个礼物，选个啥呢？我们看，要不就直接买个戒指吧。老妈手镯有了，项链有了，
对去买个戒指，黄金戒指吗？还是银的戒指？银的戒指便宜点。塑料的是不是更便宜一点？那好吧，去年那个手镯就是在这里买的，今年还去他家好不好？啊，去年二姐在这里被骂了一通。啊？为嘛？这，去选个。我开的，任你挑。戒指应该不值多少钱吧？去看看呗。我要看那个60岁左右戴的，老年男同志一个，男女的，老年哈，嗯，是个蓬蓬头吗？有一点点，那给他找活扣的是吗？行，好，十块的他人没来，我怕没。给他买的生日礼物。哦，行。人瘦肉肉一点是吧，徐丹？稍微有点肉。我给拿这个养一个娃娃，因为今天工资不够养，没法养。结果就稍微虚实点，像你娃老年的戴安护垫多一点。这个怎么跟戴面镜似的？姐姐，我感觉这个好看。那我就找几戴银，我就想戴个戴子呀，戴银。那我得找旁边帮舅戴银来给找两个。这种吗？其实老曼应该是喜欢比较花的，但是戴花的有点不太适合，做干活的时候会花。我还是六十岁哈，这种养银的男，那比较养子，因为像这种话，主要是比较就一句话叫阿婆戒，这是一股价的还是按克的？德语。但像这种花银的话，就是按两厘多一点。那像按克的话，就是像这种想买按克的。那个像这种阿婆戒多一点。一口价的感觉上当。其实这种也挺好看的哈。你现在你把这个拿过来还黄金现在多少钱一克？人家是个479。479啊。这里面也是。不灵公子黑吗？啊，对，不灵，这边会灵红。你还更大一点的。这个。还更大一点的呢，那个稍微中等的。这什么难懂啊？那个是属于一个几何图形的一个十字结，还有个面孔一点的。啊，搞圆圆户口这句话都还行。哎，就买这个怎么样？真感觉不怎么好看呢。啊？原先没有这种的好看。你可以拿出来给他看。像这种的，就这个上面带铜钱的，它带福字的，这个就是死口的，祖师是百十，比你那个好看。这个是死口的，对，那个不能带。这是什么一口价的吗？你可以大概说一口，说大概带多少钱，我给你交一个啊，三千之内的话，钱我和男方结婚啊。就不一样，可能给我试一下吧，我感觉和你手差不多。那就好几讲究，你要打的话还是有点大，再小一号吧。有点大哈，也最后是按下哦。21左右应该哈。十斤行，你光说十斤十。就按上的那个。来，那我也试一下。嫁给我吧，这手长不好看。你等等，为了就。你把这个给我妈戴吗？不是，我看这个好特别，这个看一下子。结婚的时候，这个可能的话，结婚。写上。可以，能红哈。毕竟屏保一个那玻璃好嘛，这就红红就一瓶能量哈。然后正常婚礼的话，有没请婚纱师？有没请你婚纱师？有没收婚纱师？我送红包就行。想好了，回家给老妈一个惊喜，她还不知道呢。这儿媳妇真好。我本来就想着买那个蛋糕呀，或者是鲜花呀，或者是得多买身衣服。二姐他们要买了个蛋糕鲜花了。哦，你是个儿子。哦，走回家看老妈喜不喜欢，不喜欢的话他也可以自己三天之内可以换一下的，因为本人没来嘛。好的，走吧。走。